这首歌关于时间，最遥掠过指尖，快到每一次眨眼，微笑三阶段永远。这首歌关于明天，最要你算成为昨天，可就算沧海桑田，初心不变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刘小涵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出道九个月了。在这期间，我也收获了大家的喜爱与质疑，也在一片不被看好的声音中成长。俗话说，逆着风才能够飞翔。我不会让喜欢我的人失望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我的粉丝提及我的时候是满满的骄傲。现在的我还不够完美，感谢你们愿意陪着不够完美的我度过这一段旅程，并且飞往时间的尽头。最后，我的目标是新人第一，冲呀！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。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SH48 Team X 的刘小涵，我的星光是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喜欢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